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放肆娱乐。郭碧婷呢，之前在这个娱乐圈是不温不火哈，可自从和向佐是高调的宣布了恋情之后呢，她的曝光度那是蹭蹭蹭蹭上涨啊。今天呢，放放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，郭碧婷嫁给向佐意味着什么。首先吧，向佐家呢属于豪门，郭碧婷嫁过去呢肯定是吃穿不愁啦。曾经网上呢就曝光过一组这个照片啊，郭碧婷啊身穿一件花卉印花的这个垂坠感的连衣裙，哎，看着呢那是超级的美，一说价格，哎呦，2万多块呢，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感叹呀。哎，另外吧，郭碧婷啊肯定会备受宠爱。之前呢我们从一些新闻就可以看出，向太对于郭碧婷那是很满意的啦。郭碧婷嫁进去，婆媳矛盾那是肯定没有啥的喽。不过吧，有人说郭碧婷和向佐看着吧不般配，每次向佐和郭碧婷的合照呢，向佐看起来都超凶啊。还有这个网友呢看见向佐那样啊，也说他像是会家暴的人。这句话说出真的是好让人扎心的呢。不过在饭碗觉着吧，向佐看郭碧婷的眼神明明很有爱的啦，怎么可能会家暴呢？真是瞎担心。